题的命运已经走到了尽头，而我武媚娘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你的命运已经走到了尽头，而我武媚娘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今日非凡是慧根，唐朝女皇武则天。范冰冰 AI 换脸变身武则天，丽丽模样不输范冰冰。你的命运已经走到了尽头，而我武媚娘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大受武媚娘传奇经典台词，范冰冰日前使用 AI 滤镜变身武则天，还在贴文中写下一代女皇武则天，瞬间吸引2.1万网友朝圣。两个都是冰冰，小编柠檬里嘎一都几款。今日非凡是慧根，唐朝女皇武则天。你的命运已经走到了尽头，而我武媚娘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你的命运已经走到了尽头，而我武媚娘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网友也大赞，比潘迎紫演的武则天更美，更像一代女皇。冰姐变身古代美女武媚娘，好美好有霸气。We're gonna be the first person